福啦！哎，我们快乐星期天终于有歌可以唱了，而且来的呢，一定是要超人气，是的，天之娇女啊！对，集结了实力以及偶像实力的，大概只有这一位啦。是的吗？热烈掌声来欢迎杨丞琳！耶哈！这么甜美的偶像会唱歌哎 ，Oh my god！ 难得啊。其实刚刚也还有一点紧张，因为知道那个启贤哥在这边，总觉得会默默被评分的感觉。没，我只是在那边拿一根藤条在。不要了。你唱了一半，我就放下来，我就放心了。那就好。我觉得杨丞琳唱的真的好听，谢谢，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哎，不过今天哦，知道这个杨丞琳呢要来上我们的快乐演唱会啊。嗯嗯。那其实呢，杨丞琳呢在圈内算是人缘很好的。哎，听说还可以，很多朋友哦，但是有些朋友是有暧昧关系的。对，因为呢，这一位也是圈内的艺人，是那知道呢，对，知道呢，杨丞琳今天呢，在我们快乐演唱会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单元，是的，所以他一定要坚持哦，嗯，自己一定要亲自出现，嗯，来跟你恭贺，没错。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也是会害怕的，因为呢，那就是。Surprise 有时候是好，有时候是坏，没错。好，启贤，你会不会怕 Surprise？ 我很怕，尤其是暧昧的那个，我最怕这个。好了好了，我们现在呢让呢这个陈琳呢都不要回头，一直到这位朋友走到你的身边，看看他一路走过来能不能够闻到他的气息，我很紧张、啊，猜出他是谁，我很紧张啦、啊。我们一起来欢迎陈琳的这位好朋友。你可以抱着他，你可以亲他一下。好瘦的人哦。哎，你觉得他是谁？如果是好朋友的话，您闻得出他的味道吗？我觉得这很适合是一个女同志的海报。哎，对。就如果这部电影这样子一拍，是女人吗？女人吧，女生。如果你往后抓抓不出来，我可以帮你抓抓。你这样还不知道他是谁啊？杨丞琳，他到底是不是你朋友啊？等一下，真的是蔡培林吗？不会吧。培林很瘦哈，可是培林皮肤没那么干。这皮肤干干的 ，OK。那
等一下，那这个人还有什么样的就是坏缺点？你可以赶快讲出来。他屁股很翘，屁股翘。哎，你屁股还真翘。哎，你瘦瘦的屁股好翘耶。哎，他还点头，他自己也知道他很翘。好神秘哦。也是属于最近在浪头上面的绯闻头一号人物。绯闻头一号人物，跟我吗？就是现在江湖上面盛传的两朵小桃花之一。好啦，数到来三二一就回头相望了。等一下，我想摸一下他哦。来，等一下，你这样摸胸部好了，我再来。三，摸胸部，不会这是蔡培林吧？哎，你们原来你们不熟啊，装朋友。其实他想走、欸、等一下伟伦、欸、等一下摸了胸部还不知道是我说你皮肤干耶对啊但是我在意的是你摸了胸部还不知道是我因为你平常都很爱摸你知道为什么我不会猜是他吗为什么今天他特地打给我说那个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拍照等一下还有录影他说哦这样子哦然后他听起来完全就是在家里的感觉啊哦我是觉得是他、啊、原来伟伦也会事先来这一套哎呀对，就很有心机的安排。我承认，我刚摸到胸部，有觉得哎、欸，还蛮大的。但是我就想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啊？不，伟伦来先跟大家这个打一下招呼，来，先跟大家好，观众朋友。因为你刚刚哦，都没有把它猜出来，但你要讲，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到底好不好？就真的是暧昧。我听说他们会称呼对方叫老婆。哦，真的吗？比如说你打电话给他，你会怎么称呼他？我会哎、欸，要真的就是那个声音哦，老公，对啊，他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每次打给他老婆啦，对啊，老婆，对，你叫谁老公？我叫你老公，都乱了。所以他们这个角色扮演时常换来换去的。对，我是知道杨丞琳是非常够朋友的。对，因为我看过一集我们这快乐星期天的狮子会，那时候陈琳还蛮够义气的、哦，对，陈琳的脸很臭啊，对呀、啊，林依晨是在那边。因为那时候来的来宾就是有牌子可以举然后主持人可能就小燕姐或是那个章鱼大哥就是要叫人起来讲、嗯、可是那时候已经乱到就是小燕姐不太敢叫下面的观众因为大家都很生气我好朋友很生气、嗯、可是陈琳哦虽然没有拿麦克风他就下面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对谁聊一直谁聊一直骂然后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当时镜头就有捕捉到你这样狂瞪人家、有啊有捕捉到这么丢脸的画面很清楚来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这段画面啊徐雨辰的快乐狮子会来看一下对就是你就像谢霆锋你看那时候多熟啊你好我来问超像谢霆锋其实我有很多哭戏都是靠那个男的这次好像是真的18岁为什么分手为什么分手因为就他去当兵然后后来是他兵这一腿王妈他还跟我说就是等我当完兵回来的那个女人就是我一辈子就是他觉得就是他的老婆这样没有我很怕他会在后面了他应该不会来他应该不会他个性他为什么不会来他个性其实他还蛮就是蛮大男人的想红搞不好就会来啊没哎我老公你在摇什么头老公没有我觉得只要欺负他的人我都不喜欢对你想见他吗其实蛮想的就把心中的结给解了你真的蛮想见他吗嗯鼓起勇气来我们保镖站好啊哎呦好因为我必须说他真是有很大的勇气才会来五四三二一哦他叫赵俊凯也说两句话我的脸真的很糟哎我一定要跟你说那时候分手的时候你知道我那真的一个月没有办法吃饭然后每天一直哭这是我一定要让你知道的